我刚不小心一枪爆他头。叫做仲夏垦丁民宿，然后它这里中间有游泳池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游泳池里面玩水一下哦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枪，就是这个水枪。水枪啊，是我们在 MINISO 买的，我觉得它火力还蛮好的，玩蛮远的，还有从这边射哦。真的哎，而且它这种出枪方式啊，基本上压力绝对是足够的，你懂吗？那种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滴滴滴的，它是很足的一条线。攻击攻击，不要客气，喷喷喷，用力用力用力。好，那你也来。远程发射，珠宝现在很冷吗？冷哦，因为现在太阳有点下山。哎，不可以摸我！大水怪来喽！快下来，快下来！这个抖，这个脚。那你有看到我刚刚在这里说，哥哥快点等我的时候，然后就等。你抖到语无伦次是怎样？你们双人出击是不是？双人出战。要干嘛？要上来是不是？我不理你。八万的姐姐，姐姐你这么坏。喂，敢捉我嘞！这里有一个目标，我们要攻击他。攻他了！看来大镰刀比较厉害哦。我刚不小心一枪爆他头。他不是真喷到眼睛，他都哭了啦。好了好了，好了。
给你喷一下。好，这样喷粉吧。喷粉吧，要不要？喷一个。不生气，喷一个。你看我们多善良。再喷一个。他舍不得哎。你看，对呀、真的把爸爸当乌龟在骑哎。乌龟。大海龟。再一次。没有再一次啦，下班，谢谢。我们三个人组成联盟了，恭喜爸爸。可恶，怎么可以这样啊啊！太过分了。坏蛋妈妈。好啦，平时啊，如果上班上学太累，压力大的话，来这边泡泡水还不错哎，蛮舒服的哦。讲 SS Family，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！谢谢大家，拜拜！拜拜！